在山西五台山，已经圆寂的一位妙法老和尚。这妙法老和尚呢，他是在住世的时候，都在帮人看因果。那这老和尚啊，持戒躬身。很多人去问他因果，老和尚也很慈悲，都会应机开示。那这妙法老和尚有一次带他弟子啊，到一个尼师庙，去那边讲课弘法啦。这晚上尼师庙的住持啊，就来拜见老和尚，说："老和尚啊，最近我收了，这几年收了两个弟子啊，大学毕业20多岁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很是庄严呢，有礼貌。"有学养，无论是经教，或者是这个金忏的学习呀，都名列前茅啊，威仪相貌也很庄严。但是啊，有老尼难以调伏之势啊。他说："我这个住持说，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两个人。"讲了很久，教不动。他说："这两个人来的时候啊，感情很好，发心一起来出家，一起来求剃度。然后呢，睡觉要睡上下铺。然后呢，要上殿诵经做客啊，就要一前一后。啊，我们讲甲乙两个尼师啊，这两个年轻人。"甲尼师上殿走快了，差不多5、6步。乙尼师发现，哎，走这么远，他就要追上去，跟在后面。这样子，哦，上厕所有时候要牵手去。刚开始人家觉得他们就是一起来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不以为意。久了以后，人家就议论了，这两个怎么搞的？如果分派服侍，要出坡，要做什么？甲尼师去做这个，乙尼师去做那边不行，乙尼师就要跟甲尼师两个人就要见面，哦，大家就回报了，这两个不对。好，暗中观察，有没有什么不如法苟且之事？也没有，就是两个人都要黏在一起，没有什么亲吻啦、抚摸啦、拥抱、协议，没有做这个。就两个人都在这里，每天要见到对方。那这个老尼师呢，找他们来开导，说："你们这样子跟出家求清净啊，还是抵触啊？"那他就说："他说师父，我们也没做坏事，没犯佛戒了。我只是不看到他，我心不安。我希望他好，我希望他。"我们出家永远护持对方，听起来有没有很好？法喜充满有没有？你也不知道他错在哪儿。我们没有做，我们都守戒律啊。我是希望他永远看到他好，甚至他去，我要跟他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哦，有没有吉祥又圆满？才怪嘞！假修行。所以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就算是同性，他也有男女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异性恋，也是有男女，对不对？你记得一句话，男女斗阵假修行啊，男女在一起假修行。同性恋他两个都是女的，他也有一男一女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只要有一男女一女相，他一执着。一贪爱假修行，就是堕落，这很容易判别。如果真爱对方，他会想我怎么样让对方有真实清净心，他会想这个，但是除非有一点例外呢，就是你是一个女众，但是你遇到莲花生大士这样的人。
这个再另当别论。这莲花生大师也不是轻易给你示现这样的，是不是？结果妙法老和尚来了，这个尼师真的是啊，头痛了好几年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老和尚，务必请你帮帮忙。”老和尚就把这两个甲乙年轻的尼师找过来，他说：“我给你们看因果。这两个尼师三世以前母子，一对母子，真的是母亲很慈爱，儿子很孝顺，相依为命，感情至深的母子之情。因为这样深厚的母子之情，死后两人第二世成为情侣，结为夫妻。哦，那感情正是如胶似漆呀！爱了一辈子，死去活来，怎么样？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那就是骗人的。你只要这样情欲、淫欲一泄腻，死去活来，下辈子堕落当一对燕子。地藏经讲的雀鸽鸳鸯报，是不是？所幸这一对燕子呢，燕子窝是建在寺庙前面的屋檐上，早晚课诵经礼佛，通通听得到。所以燕子的夜报声结束，双双投生做女人，她还不能做男人呢。有人听到这话不高兴，哎，佛教不尊重女性啊，佛教尊重女性。但是呢，女人有五漏之体，确实是有很多辛苦。我们学医学都知道，女人的身体很容易疲累，很容易感染。女人的身体比较不能耐劳，女人的身体比较容易陷溺感情而无法自拔，比较容易多病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你说也有女人举重举100多公斤呢，对，没错。我们不讲这个，我们是说大部分而已。我还跟你讲，还有女超人呢。所以说她投胎只能当女人，但是所幸身结佛缘，所以他们两人就有这个善根来出家。出家了以后，妙法老和尚讲，照你们这样子发展，两个人在寺庙里俗情未了，下一世你觉得如何？势必再失人生呢。如果是在三宝门中搞这种情欲、淫欲，没有犯邪淫，这只是邪淫的前行，在三宝门中造，必堕地狱。堕了地狱，你就难修行了。他们俩听了以后啊，都哭了。就想一想，这不是爱对方啊，不是为对方好啊。两个人到大殿前忏悔，立志做真正出家人。所以说，不是出家了，一切都搞定了。出家了，在寺庙里有这样的同性，有异性的连结，同性感情、异性感情不干净的连结，或出家了，或在道场中有这种，刚刚讲的是贪，对不对？贪爱还有嗔，哦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，形成小团体怄气的，一样也是有过患，这都不是真修行。所以在道场中，你只要跟人家有身与意的这种不进行因果互动，它都导致你在三宝门中造作恶业，将来有无量的苦果。有这种不幸的事情，你要记得我的话，自己要懂得去分开，自己要懂得成全自己和成全对方，不要把自己和对方搞下地狱。哦，修行人尚且如此，
出家人尚且如此，没有出家的呢？没有持戒的呢？你以何保得自己自在解脱身呢？你只有堕罪而已啊！